这一天的恒科市民活动中心好温馨，集结各界的爱心，要让弱势家庭暖暖过节。只见桌面上摆放了饼干礼盒，另外还有这一箱则是关天下有线电视公司送的生活物资，里头有白米、饼干等等。我们里长詹金山平常做很多公益的活动，深受地方的肯定。那我们关天下有线电视也来共襄盛举了，然后捐一批生活物资给这些里民，希望大家过个好年。今年恒科里共有三个单位寒冬送暖，包括关天下有线电视公司以及便利商店，还有爱心社团都提供了不同的生活物资，就是希望让弱势家庭、独居长辈都能够温馨过好年。当天也将社会各界送的生活物资一一送到民众的手上。当天里长詹青山也特地颁发感谢状，表示感谢这几年来对弱势家庭的关心。今年啊，寒冬送暖啊，恒科寒冬送暖，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关天下，还有恒科的携手做爱心，还有我们恒科里的全家便利商店的老板、老板娘，他们几乎每到佳节，他们都会送些物资给我们这边恒科里的里民，比较低收的，也在这边祝他们新年快乐，大家身体平安健康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关天下还有那个便利商店的，还有爱心会的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忙协助，社会上处处有温暖。当天他们也带着大家满满的爱心物资，温馨过好年。记者陈慧琳，汐止采访报道。